大多数他们知道没有高速公路，有地铁。朋友们，今天挑战让我两个外国员工去西湖问关于白娘子的故事，并且回来讲给我听。这两个家伙在中国待了3个多月了，看看他们的中文水平到底行不行。你们去那个今天去西湖，那个问大的 people 关于那个白娘子的故事，回来告诉我可以不可以？ OK, 可以，简单，还在这简单的。今天他们回来看能不能给我讲明白，看看他们还嘴硬不嘴硬。那你俩去吧。啊，拜拜。到达西湖。Hello, 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叫大学，我今年学法。今天的话，大家拿西湖来。这个哪里大的漂亮？大的湾看一看，中观。大的漂亮，谢谢。先拍照。啊 ，OK, 谢谢。拍照加一。兄弟们，被迫拍照。可以啊。哎，你好，那个转手怎么走？转手怎么走？我们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OK, 谢谢。转手怎么走？啊？转手怎么走？不知道。美女，这个考试。高速我们不知道，你知道？高速。没有高速我们不知道，你知道？啥意思？这个高速他们知道。没有高速公路，有地铁。地铁从这个地方下面。航空跑偏那边。那边可以。这边没有。好。这个高速。我们不知道你两个故事，我们说一下这个故事。可以啊。就是那个许仙，他是一开始是个牧童。然后他救了一条蛇。然后那条蛇报恩嘛。就是要报答那个许仙，然后就修仙，然后成人了，然后就去找他。那个断桥那边相见。因为他是一个蛇精嘛，是一个妖怪变的，然后就有那个法海一个和尚，就那边那个雷峰塔就是。把那个白蛇精给压在下面，然后许仙就到那边求什么的，就我只了解一点点。OK, 谢谢。说一说，你说，你说这里说。关于许仙的故事是不是？这个断桥上的相会，然后相爱。就这么个故事，女子的故事。谢谢。知识加一。你告诉我，你不知道。就是白娘子在她很小的时候，你比较的相爱的那天也是这样。知识加一。谢谢。没事。兄弟们，今天我的大家打得还比，因为这个是的打得漂亮。回来了，你今天去的问怎么样？好，故事知道吧？知道，一点一点知道。你说一说。一个 snake, 一个大哥，他们 I love 一个 snake, 一个大哥。然后一个没有头发的老板。没有头发的老板，说的是那个和尚。然后他说这样不好的老。不可以。然后他那个大句说一说。Many stay here, 大大。这个 house 1000-2000的大的 story 我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。那是最后那个这个 snake 和这个大哥，together 了没有 together？ 我不知道。finish 了。可以啊。没有 together 最后。together 的 finish 吗？行，大概讲这样，我觉得还可以啊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，兄弟们？